宋明岩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县城南23公里的吊滩乡小峡风景区之中，是甘肃省著名的三大花儿会会场之一，也是河州花儿的发祥地之一。这太子山魁宝子宋明岩呀，这宋明岩嘛的宋柏树，你就简直是难有情。这个唱花儿文，在这个课堂上主要有提示有两点。第一点是这个轿子是什么轿子，或是拉拉铃，或是穿把的铃，或者是这个其他铃，这个铃要记清楚。第二件事，在演唱过程中，最要求这个高级是，就是词、酒子，这个融合，这个大家会唱吧，这个。马金山对待每个学生都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不管是雷兰芳、马二撒还是马学明，他都会告诉学生们，不管是唱花儿还是做人，都要脚踏实地，秉持一颗纯真的心。万众马一心来攻坚，一拉拉二拉拉来攻坚，今年这是先去干三呀，是先去干三呀。